韩国第一频道，公营广播电视台 KBS。KBS 以1927年京城电台的开播，拉开了韩国传播历史的序幕。1973年，通过韩国放送公社的成立，向公营广播电视台迈出第一步。在韩国重要的历史时刻，公营广播电视台 KBS 始终伴随受众。의사면남친없겠네요바빠서군인님의여친없겠네요빡세서 KBS 电视剧作为韩流热潮的主力军，掀起了电视剧韩流热潮，进军到世界各国，体现国际一流媒体的价值，证明了韩国电视剧的力量。타계진 PD 1박 2일이쁘지않아요죄송합니다소생과함께난세를끝장내고새로운세상을만들어보지않겠습니까 KBS 创造的作品重现活生生的历史，在充分的历史调查和考证的基础上，不断创造出优秀的历史剧。KBS 的金牌纪录片让全世界人瞩目，考察对人类和未来的创新企划和生动的现场调查，是 KBS 迈向全球代表性公营媒体的动力。K-pop 的舞台，音乐银行，它超越韩国，受全世界人的欢迎，成为韩流的助推器。名副其实的韩国第一综艺节目《搞笑音乐会》。KBS 多种综艺节目正在走向世界。KBS 保持新闻报道的公正性，成为韩国国民最信任的媒体。KBS 作为灾难灾害信息重点广播电视台，以快速准确的报道和节目保护国民的安全与财产。KBS 特别直播节目《寻找离散家属》，展现韩半岛分裂的悲剧和离散家属的痛苦。这一节目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其价值得到了世界认可。KBS 正在加强智能平台，走在超高清领域的最前端。作为最受信任的创意媒体 ，KBS 超越广播电视领域，将制作出让全世界欢腾的内容。KBS 站在时代潮流的中心，将一直与受众沟通，成为受众永恒的伴侣。KBS 始终以受众为中心。